更好，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享受付出，珍爱生命。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但是不能煎蛋对蛋，故不及法华，存疑无杂，独得妙明，良有余悦。这是第三段。变存杂，显法华独妙，金经开显。那么这里在文字上有两段，第一，明细肩带，明细肩带显金存一，就是刚才念的这一段文，说明前四十 ，C 就是前四十，因为它有肩带对。带啊，那么简单就称肩带。华严圆肩别，是肩有别教。欧含只有藏教，是单藏，只单有藏教，单。方等四教并谈，叫做对教，所以叫做对，那个对就是指方等，方等四教并谈。对藏教说通别原教，所以煎蛋对带就煎带，带是般若识，般若识带通别证明原教，所煎带的通别二教所以叫做带。因为前四识的教理呀，都有煎有蛋有对有带，就是初二三四四识的这个意义因此之故，前四识虽然有原教，可是前四识的原教啊，就不及法华的纯圆独妙，所以就是不及法华纯一无杂。前四识纵然有原教的实法，但是不及法华所说的纯一原教，没有前三权的混杂所以叫做纯一无杂杂。是煎蛋对前面有藏通别三教就是杂，现在这里没有，只有一个圆教，独得妙明，良有余悦这一句正是说明法华经纯圆独妙这就是所谓显经纯一，显示现在法华时纯一无杂独得究竟纯一无杂的微妙之名，良有疑也，就是有原因，疑字指原有啦，因有那么法华经被称为纯圆独妙，这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煎蛋对，它没有煎蛋对待。既然没有煎蛋对待，只有纯圆独妙，所以有它的原因存在，所以法华经是纯圆独妙的。书本上原来吧，他把这一句话判在后边，我就把它判在前一段，就是这个明细肩带显经存一，因为这个文字啊，它是连贯的，不能分割，分割开来呀，道理就不够圆满了。科判必定要文字让它连贯，不能割断，那么该连贯的就得连贯起来。这个意义是连贯的，所以不能搁在后边。下面是引证，
引经释义，见经存源。经就是法华经，引证法华经里面所说的约四种道理来说，通通都是一佛圣，都是纯一无杂，就是证明这个纯圆独妙的这个纯一，证明纯一就是引证法华经的经文，证明法华经是纯一，约四种道理显示它是纯一。那么就是下文三行多的文字说，教一、行一、仁一、理一，啊，根据法华经的文字可以证明这四样都是啊纯一无杂，纯圆独妙。故因此之故，文源法华经的经文里面这样说，啊，下面引证的都是法华经的经文，啊，那么这个小注就是把这一段经文证明是教义、理义等啊。经文里面说，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啊，这个文字出在《法华经方便品》啊，《法华经方便品》里面有说，啊，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十方世界一切佛的国土最究竟的目标也是说一佛圣的法子啊，所以只有一佛圣法啊，唯有一圣就是圆妙的一佛圣法啊，无二，二就是二圣啊。那么这里无二指通教的三圣法，这个没有通教的半满的这个二，半字教、满字教对半说满，没有这个二，一无三，没有藏教的三藏教，也没有这个通别圆的全，通通都是直说一佛圣，这无二亦无三。我们平常简单看作无二，没有大小的分别，只是一佛圣，无三。也没有三圣的分别，但在天台的教理里面说，所谓无二，没有通教里面所说的半满相对之二，也没有般若里面所带之二，这都是二，半字教、满字教相对之二，般若里面带通别证明圆教，所带的通教别教之二，这就是二，无三，三是三的数目。藏教就是三藏教，没有三藏教的单藏的小圣法，无三也是没有像方等里面所对的这个前三教，就是藏通别，没有藏通别，只有一圆，也没有华严的这个所兼的别，唯有一圣法，就是只有一个圆教的一佛圣法，无二亦无三，这是教义，显示法华经所说的圆教纯一无杂，纯圆独妙是教义。以这一段经文三句来证明教是一，法华经的教是纯一无杂，纯圆独妙。又说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这是证明行一，修行的目标只有一个，就近成佛。法华经里面这也是方便品的文字，据颂里面说正直舍方便，把前面的藏通别三教的方便法整个舍掉，只说就近一佛圣的无上道，无上道就是圆教，就近佛国就是宝所，那么只要一切众生修行都到成佛，目的才达，修行的目标只有一个，就近成佛，行义只有一个，必定要修行到就近成佛，到了宝所才算圆满。那么化成那是方便不是就近的，所以法华经里面所讲的就是修行也是就近到无上道，就近成佛，没有前面的方便法，所以说是行义。经文里面又说但为菩萨，不为小圣，单单为菩萨说这个菩萨法，完全教化众生使他成为菩萨，就是要一切众生都要行菩萨道，
不像法啊、这个穷词啊，那么所以必定要修行，通通都能成佛啊。这是所谓叫做仁义，仁指根基，指众生啊，希望一切众生都能修行就证成佛，才算达成佛的目标，出世的本怀。所以《法华经》里面说，只说菩萨道，不说小圣法。小圣也是菩萨的前奏，是菩萨的基础。所以对声闻人说，汝等所行是菩萨道，渐渐修行悉当成佛啊。那么所以这就叫做仁义啊，《法华经》不为小圣，只说大法，要一切众生都行菩萨道，都成为一佛圣，都是成佛的人，所以就是仁义。所谓仁义，人人都能成佛，人人都能成佛，没有一个不成佛的，所以叫做仁义。世间相常住，这也是在方便品，是法出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世间相，世间有三种，正觉世间有情世间，气世间，这些世间种种的万象，当体就是常住，常住就是真如自性啊，主诸法的本体就是法身啊，就是佛性啊。世俗世间一切万象，当体就是法身的常住之理，所以叫做常住啊。世间相常住就是显示理义，法华经所说的理只有一个啊，就是纯圆独妙，只有圆圣的教法，没有别的。那么这显示理义，用这个教行人理四种都是一来显示法华经的纯圆独妙啊，就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那么这就是引经四义，正经纯圆啊，引证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四义啊，证明现在这里所说的法华经是纯圆独妙，没有煎蛋对待啊。那么到这里为止，就是经经开宣，现在所说的法华经开宣显示的道理，这三段到这里就说完了。经经开宣说完之后呢，这就回到这个人字下第一颗法华，这个所谓约第五十遍开弦的第一法华，人字下第一法华有三颗。第一约部教啊，部跟教，部指法华部，教指法华部里面的教理。第一段证明开弦，证明开弦的道理到这里说完了。下文有四行。是直非显示，就是第二颗直非显示，直何直？何直？当时一般人认为法华不及华严的那种的错误的说法，就是非显示，显示现在法华经所说的才是真正的道理。这段文呢，是编这个释教仪的地观法师。对于当时在中国佛教，就是宋朝初赵宋的那一段开头的那一段时间，当然也有其他的宗教啦，就是指佛教里面的其他的宗派，例如华严宗、显首宗。显首宗的人，他要说他的华严是最上的，超过一千，因此之故啊，他就破执天台说华严是纯一。因此啊，他这个例如显首宗的人，他就提出法华经里面你说是纯圆独妙，里面不是有三车吗？三车的比喻那不是三圣吗？还有穷子等等，那么这些种种的比喻啊，里面不是全法吗？怎么能够存一呢？这类的文字啊，宋朝那一段时间，唐末五代以后，在教下的门户之间呢，彼此相驳执的那种的文字，现在这个万字虚藏里面还保存有的，
你看看这个诸宗部里面啊，诸宗部里面啊，华严宗有显首宗啊，天台宗，他们这个两宗的著作，就是宋朝人啊，五代以后到宋朝这一段，这那些法师们的著作呀，有些是彼此互相排斥啊。那么华严显首宗的人就是编织这个法华天台宗。天台宗的人编播华严宗，那么由这些文字，这个实在是都是多疑的文字，不要看，不必去看它。假如有看，那么只是把它翻翻看过就算了，不要认真啊。因为在当时，他们在彼此站在自己的山上，认为自己的山最高，都有这种情况。实际上佛法呀，平等，站在佛说法的立场，没有高下，所以《金刚经》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高下在众生根基，众生的根基在高下，佛没有高下。那么，因此要辨明这个佛法的高下，那是很大的错误啊。那么，实际上这是不必的。可是，因为当时有这些情况啊，他编这个四教仪的时候，他在这里也编织其他宗派啊，认为法华不是纯圆独妙的那种的错误，所以下文就是叫做直非显示，这无关紧要，我们简单按照文字简单消文就可以了。看着正文，时人为的法华妙直，但见部内有三车穷子。化成等比，乃为不敌已经，盖不知重举前四十拳，独嫌大车，但负家业，为至保所，故知诽谤之咎也。这一段就是直非显示啊，时人只在当时，就是宋朝啊。那么地观法师编这个四教仪的那个时候。送出了，当时有些研究佛法的人，他没有得到法华经纯圆独妙的这个宗旨，但见部内有三车，他只看到单单看到法华经法华部里面的教理，它的文字有三车，就是比喻品有三车喻，羊车、鹿车、牛车，这是比三圣等啊，穷子这是性洁品。性洁品的穷子玉前后啊引证的文字都是性洁品啊，性洁品里面长者与穷子的穷子玉啊，还有这个后边的化成玉品啊，第三周说法啊，因缘说里面的化成玉品说有化成声闻人所证的这个四国是化成，比之佛也是在化成，等者等于其他的比喻，法华经的这一类的比喻啊，一共有七个，详细分析有九个，那么这里只说出三个，三车喻、穷子喻、化成喻，只说出三个，所以用一个等字概括其他的还有四种，比就是比喻，看到法华经里面有这些比方，认为法华经怎么是存呢？不见得存，它有这些比方嘛，这都是前面的全教嘛，乃为不及已经，他就认为啊，为就是不认为，他们就认为法华经不及其他的经，这个已经主要是指的华严经，他们认为法华经不及华严经啊，这就是彼此互相争论了，我的瓜最甜了，你的不如我了，哦，我的哈密瓜水最多，最甜，维他命 C 最多，那你的那个普通的香瓜，土产的香瓜不如了，没有那么多水分，甜分就不够我的，就彼此卖瓜说瓜甜，彼此争论，说我的这个法华经不及他的其他的经啊，华严经等，这是他不懂的，法华经里面所举出的这些比方啊，盖不知重举前四十拳。盖是转语词了，因为他们是不知道法华经里面是重复举出前四十所说的全教，这些三车呀、穷子啊、化成啊，都是前十所说的全教举出来显示这个
独一的这个妙法啊。他不知道这是重复举出前四时所说的全教来独显大车。对于三车显示大车就是大摆牛车，那些三界火贼内出来的啊，这个长者子们啊，长者都给他大摆牛车，没有给他三车。他用意是在说大摆牛车，用意不在三车啊。但复家业，说穷子的用意是要他回来做长者的真正儿子，把家业通通付诸给他啊。但复家业对前面的穷子说啊，为之保所对前面的化成说，说化成是要他到保所，不是到化成而已，这只是单单要他到保所，为是单独要一切众生修行都到保所啊。他们不懂这些道理嘛，不知道这是重复举出前面的比方嘛，故知诽谤之旧业，旧就是过世过旧，他们因此就使至他造业了诽谤法华经的这个过失，实在很可惜啊。这是直非显示，在当时有这些古代修学佛法的人，虽然会引起一些争论呐、他们都在教义上争论，没有这个世间的烦恼的争论，不是为名为利的争论啊。教理呀、不变不明，越变越明啊。虽然是这个门户直谏是不好的，但是彼此辩论教理呀倒是好的，彼此这样子辩论呢、越辩理就越明啊。而明白这个道理，古人虽然有门户直谏还不算坏，现代人只在名利上争啊，那才坏了，那问题才大了啊。那么这个所谓指非显示，只是指这个编释教义的当时的情况啊。那么一直原俗到这个宋元明啊，差不多都有这种情形出现的。这是法华的第一约部教说完了啊，下面就是第二法华的第二科啊，跪字下第二月十味啊。那么五十每一时都有月时月位的说明呢啊。看着正文，现在就把时跟位把它合并起来啊。书本的科判是分两个的，月时则日轮当午，庆午则盈，第五十。月这个华年的日出先照高山的三照的来说，现在第三照照平地啊，前面分三段，时时与中时，现在是正中时啊。月时来论，就是日轮当午，午就是正中，午时呢，中国的午时就是正中，正在当中的天空上，庆午则盈。那么人站在这个平地上啊，一看呢、这个日正当午啊，没有侧面的影子。在正中的时候就没有车营，显示法华经是纯圆独妙啊，没有这个偏移任何一边的，是正中的啊。这就是比喻这个法华的这个最究竟的法，所以就是日正中。这是月时。第二月位月位在从俗书出提伏如果约位说呢，是从俗书出提伏，就是法就是提伏上位，所以约位再从俗书出提伏，因为提伏上位啊是从俗书锻炼出来的。此从摩诃般若出法法，这是根据涅盘经，涅盘经原来是说从摩诃般若出涅盘，没有出法法。现在智者大师他约意，因为般若之后必定有说法法，法华经是在般若的中间说的，法华说完之后还有再说般若，然后再说涅槃，所以这是正在说般若的当中又说法华，是从摩诃般若的般若经以后其次说法华经，那么第五提伏上位，五提伏位，那么法华经就是无上提伏位。
那么这就是月十位，月十月位到这里说完啊。其次引金阵啊，法华之下第三段引金阵，下面就是引证法华经信截屏的文字来证明啊，证明这个法华经是富于家业。看正文，信截屏云：去会亲族，即至宣言，此时我子，我是其父，无尽所有，皆是只有富于家业，穷子欢喜，都未曾有。这是引证法华经信截屏的比喻的文字啊，原文很长，这里简略啊，简略的接引。法华经的原文呢，信截屏的原文，这一段文字原来是这样的：福经少时，父之子义见于通泰，成就大志，自披先心，领域忠实而命其子，并会亲族、国王、大臣、参吏、居士，皆是以及，即至宣言，诸君当知，此时我子，我之所生，于谋城中，舍吾逃失逃走，临平辛苦五十余年，其本自谋，我命某家。昔在本城怀有催命啊，佛于此间欲会得知，此是我子，我是其父，今我所有一切财物，皆是只有先所出纳，是子所知。这段文就是我啊，我是其父，吾今所有皆是只有啊，这就所谓富于家业了啊。此是我子，我是其父啊，就是父子相会，会清楚了啊。那么我所有的家业都是子所知了。世尊，世事穷子闻父此言呢，极大欢喜，都未曾有。而作是念：我本无心有所需求，今此宝藏自然而至。这就所谓穷子欢喜，都未曾有啊啊。法华经的原文有这么多啊，这里不能整个把它抄下来，只是解录。这就说明啊，那个穷子喻里面摩诃迦叶四位尊者就说明这个比方啊，说到了最后，穷子既然是替长者当家了，替他办事了，长者家里的家务、他的财产，一切一切，通通都有穷子在哪里办，他都清楚了。到了这个时候，长者父年纪大了，将要离开人间了，那么就是集会自己的亲族，所有的大众，甚至国王大臣都请来啊，那么就对大众宣布啊，所以说去会亲族，那么把所有的亲戚朋友啊，那么甚至国家的国王大臣都集拢来，那么对大众宣布说，即至宣言，对大众宣布说，此时我子啊，长者对大众宣布，这个穷子啊，你不要以为是别人，就是我的儿子，他离开我啊五十几年了，嗯，那么现在我引诱他回来，现在我的家务统统都是由他在哪里办理的，我实在是他的父亲啊，我是其父。那么既然长者是他的父亲了，吾今所有皆是只有，那么我现在所有的一切，所有的财产统统都是我的儿子所有，穷子就是他的真子。富于家业，富于家业就是偏激的人呢、啊、以最简单的一句话说，现在就把这个家业啊交给穷子了，嗯，那么穷子得到这个家业啊，啊，既然公开给他了，当然就成为他的了，穷子欢喜啦，高兴得不得了啦，都未曾有，他没有想到的，所以正文里面说，我本无心有所需求，啊、嗯。那么圣闻人他并没有想要得到这个家业，他不敢想要成佛，没有想到今天呢、啊、佛把这个宝藏整个给他了，那么他都能成佛了，当然就得未曾有啊，从来没有得到那么殊胜的好处，现在得到了。那么这些道理如果有详细明白，要研究法华经，把法华经的信截屏研究清楚了，就可以一一明白，不必细讲。
这是引证经文，下面就是用问答的方式啊来显示呢引证的用意。此领何意？这一段经文显示他声闻人在法华会上临解的什么意义呢？答，下面答复说，即般若之后次说法华，这就说明般若以后啊，其次就说法华经，先以领之库藏诸物，在以前替他做当家，已经领会管理那些库藏的一切财产物品，他都知道了。临命终时，长者临将要命终的时候，执付家业而已。那么就是到法华会上将近要涅槃之前说法华经，那么就是把所有的家业通通付给他的这个儿子而已。笔钱转交皆知法门，说法华时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受记作佛而已。比喻前面在般若会上叫弟子们去转交这个初学的菩萨，叫舍利佛呀、须菩提呀，转交那些初学菩萨讲大乘法，那么他们对这个大乘法门的道理、般若的道理，通通都了解了，皆知法门呐、佛所说的四十一念的法的法门，他通通知道了。现在说法华经的时候啊，只是要他们开示无漏佛的知见而已，所以方便品一开头就说。佛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什么大事因缘呢？就是要使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使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简单说就是要众生成佛。不但是声闻人能成佛，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到了涅槃会上阐提也能成佛，所以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替他受具将来成佛而已，所以没有说修行的方法，法华经没有另外说修行方法，因为前面说的通通都是修行方法，现在只是把家业交给他，说明你们都能成佛，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了，目的就达到了。到这里为止，法华于第五十便开显的第一法华，这一段说完了。其次第二涅槃，下文说涅槃啊、涅槃看人家科判，涅槃分一样是分三段，第一十二义，第二辨十位，第三了捐。说涅槃经有两种意义，所以说十二义开始两种意义，十二义分两段，第一总标，第二别诗，那么看正文，是说大涅槃者有二义，这是总标。法华之后，最后将要入灭之前说大波涅槃经，为什么要说涅槃经呢？有两种意义，有二义，两种意义。下面就是别是两种意义，别是两种意义就是两科，第一经时禅机，第二福利谈长，越它的意义建立这个科判。第一是经时教，就是经时禅机，经时就是捡来了，就是平常有个比方啊，说法华是如破大阵，法华就是好像打这个打仗的时候，大阵已经把它打败了，已经破除了，剩下的残余的小兵啊，把它消灭掉就整过完了。所以这个涅槃呢，就是经时教，就是前面还没有达成了解成佛的目的的，现在给他使他成就。所以叫做经是残疾，残是残余，剩余的根基没有得到法华的利益的涅槃，让他得到。看正文，一未熟者更说四教，具谈佛性，令其真诚，令具真常，入大涅槃，故名经时教。第一的意思两种意义嘛，第一个意义就是说在法华会上他的根性还没成熟。各位读过法华经啊，佛将要说法华经的时候，不是有五千退席吗？有五千个弟子啊，当时他没听法华就退掉了，退席了，离开了，这就是根性没成熟的这一类人。到了涅槃会上啊，就是对他更说四教，四教就是法华四教啊，藏通别渊，更他说四教的道理，使他成熟，具谈佛性，
跟他说一切众生有佛性的道理，啊，使他另具真常，使这些根性的人呢，都具备正道真常之理，人人都能成佛，使他明白，由此入大涅槃，证入大涅槃的理性，啊，那么因此之故，《涅槃经》的教理啊，叫做净实教，啊，经也是实，就简呐 ，Q 九啊，念道 Q 九，简，嗯。就是剩余的残余的根基啊，到了涅槃会上，整个使他都能成就啊，没有剩余。所以在涅槃经里面呢、啊，他有值八千声闻呢、啊，在法华会上已经得到说句，这可见涅槃必定是说法华之后，为了那是剩余的残居而说的，这是第一。第二种的意义就是福律坛禅，所以涅槃经也叫做福律坛禅教。看正文，二为末代顿根，以佛法中其断灭见，妖伤慧命，王时法身，是三种权福义原实，故名福律坛禅教。这是说涅槃的第二种意义。为了末法时代，这个末代啊，总指这个佛入灭以后，不是单指末法，佛入灭以后啊，那么末代众生。正法、相法、末法这些众生啊，根性钝，有些钝根的众生，他看到这个大法呀，就是执理废事，执着理呀，高深之理，把事废掉了，那么因此之故，在佛法之中升起一种断灭见，认为啊，不必修行，我们就是佛。啊，有好多人呢、啊，都认为这个道理很有意义哦。他说我就是佛啊，不必修行呢，也不必拜佛了啊，这都是升起断灭见了啊。由此会夭伤慧命，夭折中途死掉，人没有到他的寿命终了，中途死掉了叫做夭折啊，伤害他的法身慧命，中途夭折啊，那么会亡失法身。他过去已经体悟到的法身慧命啊，都会由此而夭折，会亡失的。那么对了这一类的根性的人，所以对他设三种权，就是藏通别三种权啊，福义实教就是原教啊，所以四教并谈。因此之故啊，《涅槃经》里面呢，叫做福律坛禅，《涅槃经》很注重戒律。处处都以戒律为主，要弟子们啊，这个以戒为师，要好好的修学戒法啊。那么同时又要知道一切众生有佛性，都能成佛啊。常就是真常之理啊，扶持戒律啊，谈论真常之理，要他知道有佛性，所以《涅槃经》叫做福律坛禅教啊。四十卷的涅槃，或者是南本的三十六卷，里面所说的道理，总不出这上面两种意义，所以这个就是变二义，说明这两种意义是二义啊。那么别师里面所分别呢，尽是禅居、福律、坛禅，就这两种意义。其次，变十位，我这个变十位的科判呢、啊，我跟这个原文的判法不一样啊。那么辨识为我分为两段，第一明异同，第二因经证啊。先说明法华时跟涅槃时有什么异同的地方，先说同后说异。所以明异同里面，第一实位全同，第二存杂小异。这个异同啊，就是在第五十的法华涅槃两部啊辨别这个同异。先说十位全同啊，这个正文的第一行，然若论十位与法华同，这是指法华经与涅槃经这两部，它的十同是第五十，它的位同样是无上醍醐位，跟法华经是完全相同的。意思是说，涅槃经的十位跟法华经完全相同，所以科判叫做十位全同啊。第二
存杂小异，这是说明法华经跟涅盘经稍稍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约化法四教来说有一点点不同，论其部内存杂小异，这就是存杂小异。如果论到法华部、涅盘部这两部的经典内容所说的法，约化法四教来讲稍稍有一点不同，哪一点不同啊？法华存圆独妙，是存，啊，涅盘，它四教并谈，涅盘经是四教并谈的，杂有藏分别，所以就是杂。存是法华，杂是涅盘，少少有这么一点点不同。那么这是名义通，下文引经证，现在这个经是指的涅盘经了哦。故文云：从摩诃般若出大涅盘，这是涅盘经的话。文涅盘经文。涅盘经文里面这样说，从摩诃般若里面出大般涅盘经啊，就是说法华以后还说般若，说般若又最后涅盘之前说大般涅盘经，所以从摩诃般若出法华涅盘，从这个涅盘出涅盘啊，这是引经证的第一段引经。前法华和此经为第五十耶，这是第二结合。叫做结合，什么叫做结合呢？就是总结上文法华跟涅盘两部经同是第五十，叫做结合啊。前面所说的法华跟这里啊所说的涅盘同样是第五十呢，那么这就是辨十位，涅盘之下第二段辨十位。下面第三料间，料间呢就是分别，分别啊，有的时候也是释疑解释疑问啊，分别解释疑问叫做料间啊。这里有问有答，问此经据四教与前方等部据说四教为同为异，这是一个疑问啦。涅盘经也说四教并谈，方等时也是四教并谈啊，此经都具备四教，那么这两个四教并谈是相同呢还是有不同？答：名同意义，名相同都是四教并谈，但是意义有不同的。怎么不同呢？方等中四，圆则粗后句之长，别则粗不知后方之。方等时的四教并谈呢，如果是圆教的根性，从粗到后通通都知道真长之理啊，而别教呢，起初不知道真常，到后来才知。后是什么时候呢？破无明正法身之后，初地，初地以上啊。别教要初地以上破无明正法身，才能够证到真常之理，是后才知，起初是不知道的。而藏通则初后俱不知，藏教通教从初到后始终不知道真常之理啊。那么这是说方等时四教并谈跟这里不同的这个情况。涅盘中四粗后俱知，涅盘里面所说的四教并谈呢，从粗到后全部都知道真常之理，经过法华开显之后没有一个不知道真常的，所以涅盘的四教并谈呢通通知道真常，这就是跟方等时不同的地方。那么到这里为止法华涅盘时说完了，那么下文就下次讲了，稍后。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4处园区，新北有1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10处，高平地区6处，金门设有1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节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我是罗一君。当您曾与确诊者有接触史，或自觉有风险，且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症状，就建议您进行快筛。如果快筛结果为阳性，可透过视讯诊疗或前往社区筛检站与医疗院所，由医师视讯或现场评估确认。医师也会询问您是否符合65岁以上或慢性病等条件，评估开立口服抗病毒药物或一般症状治疗药物，请您遵照医嘱服药。提醒您，前往院所时记得携带密封包好的快筛检测卡夹或检测片，不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并于报到时主动告知快筛阳性结果。照顾自己也保护他人，疫苗打3剂，一起做防疫。海真超银锁户门，九莲化里闲痛症，杨子一滴真甘露，三座山河大地村。夫子睡者八功德水之天真，心系众生也构成，譬如譬如华藏界，各从无处不造轮，水不细水，妙极化神，
趁不乱臣犯此自己卷出去接当地探长杀库木一在封存皆毁谤而成净土作为内外中间无作会甚凡又显宗亲了
是灵说真言，看我自来撒达呀吽，看我自来撒达呀来看扎呀吽，我自来看扎呀吽，我自来看扎呀吽，哎呀吽，哎呀吽，哎呀吽。印经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世界不遥远，慈悲爱相连。